像这种凹下去的眼肯定是蛛王，咱们挖一下看看它逃跑的路线。好，哎，这个怎么没眼儿的呢？哎，眼儿拿去了。哎，完了，这个应该不是了，这个打脸。哎呦，原来是月亮杯啊。哎，算了，打脸了，别给我装逼了啊。喜欢打脸加关注吧，这台挺漂亮啊。哎呦，大海退潮了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螃蟹。哎呦，我去，原来是个蟹妈妈啊！这个，哇，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小螃蟹啊！这个咱必须得放生了啊！如果觉得我做的对，大家可以点个双击哦。哎呦，你慢点，我给它摔了一盘。这个大螃蟹有点可惜，但是怀孕了，咱这不能。兄弟们看到吗？两个大蛋，两个恐龙蛋，又没压蛋壳了。